点啊？消费券用晒未啊？你话仲嚟呢招？系啊，因为有好多人同我一样噶嘛。11月先拎第二期，咁但系又唔知买乜嘢好。有住第一期消费券嘅经验，乱买嘢又唔抵，但系唔买又唔系、啊。最近都有听朋友讲到话想买只新嘅 headphone 打机，咁不如就趁今次为大家介绍两只 Corsair 嘅新 gaming headset， 又睇下啱唔啱你用。最近唔少身边朋友都用消费券买咗好多好多嘢啦，有好多就系屋企人眼中嘅无谓嘢。咁我谂大家都买唔少噶啦，我亦都有啲朋友好彩啦，就抽中游戏主机。咁当然啦，亦都有人因为钱多所以拎炒价去买主机都有嘅，又或者就系可能系买电视啊等等等等嘅嘢啦。但系无论点都好啦，我谂大家都会面对住同一个问题啊。在香港除了土地问题之外，另外一个大家常见的问题就是在于声音方面。有朋友因为跟家人一起住，所以喇叭不可以开到那么大，也有人调转因为跟家人一起住，所以想着找些方法去跟外界隔绝等等。上次 Studio Tour 就为大家介绍过我台面，有人就见到我的耳机觉得很正，我自己本身在用 Corsair Virtuoso RGB Wireless SE。 大家看完之后，我就发现有两个挺极端的意见。一系咧，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个外形好似好靓仔，但系唔知个内涵点咧。另外一方面，又有人觉得喂，佢咧就好似卡住咗喺音乐耳机啊，又或者就系电竞耳机中间两头唔到岸咁样。咁不如咁啦，今次嘅特别推介就为大家介绍两款唔同嘅耳机，分别就系相对比较系倾向电竞耳机外表嘅 HS80 啦，同埋另外一个新版本嘅 Virtuoso RGB Wireless XT 啊。首先 Corsair 佢嘅 HS80 采用咗经典嘅电竞耳机设计，睇落咧就相对成件事方形少少啦。耳机外表就用黑色嘅磨砂表面，头顶就有别于一般嘅电竞耳机，佢用咗一条特制嘅弹性头带，令到玩家喺佩戴嘅时候咧就有另外一种感觉。耳机佩戴方面咧都相当贴头，部分电竞爱好者咧都好中意一啲相对系贴住自己面型嘅设计噶嘛。耳机有唔少嘅关节咧系可以扭动噶。配合翻绒面记忆海绵嘅耳罩啦，方便翻本身容易出汗嘅朋友，令到佢哋长时间佩戴都好啦，都可以保持干爽。收音咪方面啦，就有扭动嘅设计，咁如果你需要用到佢嘅时候，就可以拉落嚟；唔用嘅时候拍翻上去就会自动静音，咁就唔使惊可能系做下直播节目嘅时候，又或者打下机，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流咗出街咧。讲完设计方面啦，不如讲下佢个馅啦。今次嘅耳机采用咗 50mm 铝单元，数据上面就支持 20Hz 至到 30kHz 嘅反应频率，比起一般嘅电竞级耳机只系支援 20kHz 嘅基准高。呢、這个耳机都可以采用翻 USB Type C 啦， 2.4G 嘅无线连接啦，亦都可以对应翻 Corsair 嘅 IQ， 俾你去做翻 RGB 设定啦，耳机嘅 EQ 设定等等。基本上就系你电竞耳机需要啲咩咧 ，HS80 都俾到你噶啦。满足完电竞方面的朋友啊 ，Virtuoso 上次介绍完之后咧，我睇留言啦，都有啲朋友觉得，喂，佢个样咧就虽然似监听耳机，但系音质咧又或者喺听音乐上面咧，大家都几期待佢嘅表现，又或者就系我更加多嘅介绍噶。上次因为系介绍成张台啦，所以好快咁带过咗啦。今次佢推出升级版啦，咁不如我就拎佢嚟再介绍多次啦。今次嘅 Corsair Virtuoso RGB Wireless XT， 佢嘅外形方面咧就同之前介绍过型号好似，一样都有传统监听耳机嘅外表啦。同平时电竞耳机嘅设计唔同，佢整体嘅设计咧就更加着重金属感，大部分嘅支架啊，又或者骨干方面咧都以金属嚟制造。头带同耳罩方面咧就采用咗 PU 皮，整体设计咧就更加贴面，同一般嘅电竞耳机唔同啦。Virtuoso 唔系用耳机设计，又或者我直接啲咁样讲啦，佢就唔系用啲暴力压住你只耳仔嘅方法，去令到你同外界嘅声音隔绝。咁所以基本上戴上去咧就冇其他电竞耳机嗰种夹头感觉啦。作为其中一个卖点系俾你打机嘅耳机啊，佢除咗好似以前咁可以支援 PC 之外，今次仲支援埋 PS4 啦、PS5 啦、Switch 啦同埋手机。咁你要打机嘅时候就更加方便啦。比起上次的版本，今次的 Virtuoso 除了 USB 啦、3.5 头啦、2.4GHz 的连接头之外，今次更加加入了 aptX HD 的蓝牙方式配对，俾到你除了是在家打机啊、打 PS5 啊、打 PS4 等等的主机之外，更加可以俾佢成为一个真正的蓝牙耳机，最多可以连接三个不同的 device。官方表示佢的接收距离最多可以去到18米。今次耳机更加加入了 SleepLab 的无线技术，提高无线连接的速度。USB 的情况底下，更加可以支援到24 bit、96kHz 的格式添。呢个 headphone 另外一个卖点啦，就系佢嘅装插式收音咪设计啊。佢本身就自带 9.5mm 嘅收音咪，咁敏感度咧仲更加可以去到-42dB 添。咁简单讲嘅就系，好似你平时大家耳语咁样咧，佢都可以清晰收到咁样。咁如果你要带出街唔想用佢嘅话，你都可以随时拆咗佢，
咁我上次都提过啦，我真系好中意呢个设计啊！咁两款耳机啦，都系用到50mm 嘅铝单元，不过数据上有好多嘢咧都系参考嘅啫。一日你唔戴落去，都唔知个耳机感觉系点，又或者就系咁样讲啦，听感咧就真系好个人嘅。咁我讲少少我自己嘅感觉啦。整体听落去嘅时候咧，耳机嘅空间感系几强啦。当你打机嘅时候，声音定位啊，又或者摆位方面都非常之明显。特别系可能系你打啲战争类游戏嘅时候，除咗大家会感受到嗰种乒铃嘣隆嘅压迫感之外，同样地喺战场上面啲人声啊，又或者就系中高频方面咧，你都会听得好清楚噶。咁另外调翻转啦，就系当你要嚟听音乐嘅时候，乐器嘅摆位咧都一样有明显嘅效果。咁相比起同类嘅电竞耳机，人声方面咧就更加清澈同埋通透。咁而且无线耳机方面最紧要系乜嘢啊？跟续航力啦，佢嘅续航力咧就高达15个钟头。咁基本上你叉叉佢咧都够你用一日噶啦。另外今次嘅耳机亦都支援翻杜比 Atmos， 咁所以你要嚟打机又好，睇戏又好，都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环回音响体验啦。今次的介绍就差不多嚟到呢度啦，但系你搭我个档咧都唔会有啲咩特别嘅优惠嘅。而最后每次特别推介都系咁样讲噶啦，唔同嘅 gear， 唔同人用上去都会有唔同嘅体验嘅。买之前记住自己试一试系咪自己真系中意嘅嘢先。如果唔系啊，我特别介绍完你买完去，翻去净系摆都无谓啦。